B 刮弧一下。如果我今天哦 A 要产生乱数是0到255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做呢？一样嘛，就是怎么样呢？把这上面 copy 一下，其实很简单嘛，你就把这个 int 在这个地方刮弧，有没有？把它 call 下来，然后呢，只要把这样这个数字改什么？256，对，因为它一定不会等于一，一定会小于一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乘上256，其实就再把它怎么样？就是最大是255.999，是吧？小数点卡掉 ，OK。那一样的方法的话，你就怎么样把这一段啊复制一下？那因为会有三种颜色，所以你就逗点，第二种颜色，逗点，第三种颜色，这样子它就会在什么，在这个这个乘上256啊，这后面少了一个刮弧了哈、哦，对，少一个后刮弧，好、哦，那它就会在什么呢？在1000多种颜色里面帮我挑一个颜色，帮我加上去，所以直接执行一下，你会发现哦，底下的颜色哈、哦，应该会比刚刚的来的漂亮一些啦。好、哦，无论如何的话，一定会比较漂亮一些些哈、哦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用 RGB 乱数产生一下 ，OK。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？比如说某一个颜色可不可以固定？其他两个变化各位可以啊。对，如果说你这个地方，假如说是要深色系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其实你可以试试看，变出来，又不一样的感觉。那如果这个地方把它改成0的话，这样子就是这个颜色变，这颜色都没有，然后变出什么花样呢？其实我不知道，这个会比较红色系的。那如果把它改255，绿色系有没有？其实这个乱改一下，你明白？那只有一个颜色，红色在变，其实就像一个调色盘一样，有没有？如果你要哪一种色系，反正自己可以去做很多变化了，所以这里我想各位试一下。那最重要的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就是 RND 这个函数哦，那如果我说我今天衍生出来，假如说我把后面这些先删掉好了，假设我今天我们再做另外练习，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把刚刚复制的先删掉好了，增加一个，这个叫大乐透延伸哦，你们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大乐透多一个练习。那这边的话就是应该是1到6吧，对不对？那这边一个什么呢？一个特别号，如果我的需求是这样，请你帮我在这个地方 B 栏的地方自动产生应该是大乐透应该到1到49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今天要产生一个乱数哦，然后一个回圈，回圈范围是第一列到第七列，输出到 B 栏，给它一个乱数，总共有7个，帮我填上去，怎么做？这个我想应该跟前面教过是应该都一样，发一个回圈嘛 ，for i 等于怎么样？1到7，对 ，next， 然后中间的话就是 sales i 逗点，它是 B 栏。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一个数字，有没有？就刚刚那个东西丢给他，但是会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重复。所以如何产生一个没有重复的一个结果？那怎么办呢？也就是如果有，变成说你要多一个，就是产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要再跟。